繁荣山丘的所有出口都封锁完了，他们绝对逃不掉。我们也照计划行事吧。嘟哒哒啦，咕咕咕，出发！这一次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作战，一只蚂蚁也不让他们跑掉啊。栗子和痞子妹在哪？去追葛瑞斯和烈焰赖伯特啦。咕咕咕，嗯，我们也去看看。差一点就抓不到葛瑞斯了，先把这里交给囡囡，我们还要继续追烈焰赖伯特。哼，居然让乳臭未干的小家伙监视我！啊，拜拜拜拜！这跟直接放了我有什么区别？哼！呵呵哼！
没想到葛瑞斯没跑多远就被抓住了，看来他太不了解娜娜的赛车实力了。楠楠做得好，哼，居然想逃跑，我可不会被关在这一辈子。难道你还有救星？哼哼，我们走着瞧。看起来好像有什么诡计，要审问一下这个葛瑞斯才行。你们休想让我开口说出什么！图塔是拿什么东西？你们可没时间浪费。没时间的人是你。你可能不知道，烈焰赖伯特早就招了一切。烈焰赖伯特全招了，所以你最好乖乖投降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哦。看到葛瑞斯慌张的样子了吗？我也吓了一跳，看来阴谋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。
其实我们想攻击大赛系统，是因为图塔想要你们的车手资讯啦。有了资讯，图塔就可以在所有大赛中拿第一。什么？有了资讯就能赢我们所有人？哈，我已经都说了，放了我吧。绝对不可能，你放弃吧。简直是做梦，得展现我们的实力了，有必要制定新的作战计划，抓住图塔。